马俊伟呢日出席音乐节目，见翻咁多好朋友，自己系咪都好开心啊？支持阿修哥嘛，咁又有阿松松喺度，有敏芝喺度，有阿宏喺度嘛，全部都系我啲识嘅朋友，同埋一啲好中意嘅前辈阿修哥，所以我好开心今次。我最近去上海做嘢，我都去咗睇佢舞台剧，咁同埋我本身都识佢先生嘅，咁同埋我又识佢经理人。其实因为我同佢，我同松松姐姐咧，十几年前拍过一套电视剧喺 TVB， 叫做《公司恋事多》。嗰阵时我仲系比较新，比较冇乜经验。咁啊，松松已经好有经验嘅花旦，咁所以嗰阵时同我合作，佢好锡住我，我好开心，所以对佢留下咗一个好好嘅印象。既然勾起咗咁多美好回忆，会唔会考虑再同大家合作拍电视剧呢？电视剧我想暂时时间上未必许可到，但是你说将来有机会的话，始终你说 TVB 我家里的嘛，虽然我现在自由身啫，但如果将来有啱的剧本，时间又配合到的，我都不会说否定我不拍的。写过舞台剧剧本又写过电影剧本，马仔下次会不会试下写电视剧剧本啊？其实我在外边，我哋手头咧，而家有全部都是电影的 project， 因为我自己而家手头创作的、写好的、写紧嘅，其实已经有6个电影剧本了。咁我而家出年会有2套要拍，后年都有2套排队要拍。咁所以我想先集中火力去做电影剧本先。咁但系如果电视剧本有适合的，我都会愿意尝试的。